左边这一排呢都是佛祖，看没有，都是佛像。昨天呢说这个吴哥窟哦是这个佛祖与这个恶魔共存的一个地儿，右边一排就是恶魔。恶魔这边的你看这个面目哦就比较狰狞一点，佛祖那边呢就比较慈祥。看一下恶魔这边的细节。反正面部表情，感觉是瞪大了眼睛，凶神恶煞的。尤其是这尊，保留的比较完整啊。佛祖这边啊，确实是比较慈祥，比较端庄。我们看一下细节，这小1000年了呀。大吴哥这边啊，也有护城河的，它比小吴哥那个护城河要我那要长多了。就整体的这个正方形的区域面积，可能都比小吴哥那边大了4、5倍吧。我们现在过了这一座佛祖与恶魔共同镇守的桥啊，从这个南门这边进入大吴哥，真的是大手笔呀！吴哥王朝真的好厉害呀！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啊，来接我的伙伴，在这边吧。喂，猴子，monkey，哈哈，这个热带雨林里边生活了很多猴子啊，但这些猴子好像没有我们峨眉山那边的泼，呵呵。这是正常猴子，我们那边都是泼猴。再仔细看一下这座南门哦，你们看，这都是几位菩萨、佛祖镇守着。吴哥窟这个区域啊，保护的是真的好啊。我们现在啊，骑着摩托车继续朝北走，因为我们是从南门进来的嘛。哦呦，这些猴子，小猴子。这个区域真的是好大的，好了，到了这边了，现在是怎么弄嘞？我看大家都是朝右拐，那就先右拐，去把摩托车停了。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啊，停进来就没问题。哇，还有红旗哎，哎呦，哇，不行，就。我驮的人太重 ，OK，first get off，就是速度一降低以后我就稳不住了。好了，Bayan Temple 看到了吗？这也是隐藏在热带雨林当中的一座寺庙，这里有一尊卧佛。这座 Bayan Temple 这规模也不小啊。我们沉浸式的参观啊！今天天气好，昨天是真不行。哎呀，昨天无人机都没敢起飞，因为一直在下雨啊。我要去找高棉的微笑。参观方向这边，走，按照参观方向走。小超也在里边呢，过一会儿跟他会合。吴哥窟啊，就是以这个特别精美的这种浅雕壁画非常出名。像这种一般都是描述的什么出征啊、游行啊，各种场景。这一位骑着大象上战场啊，跟那边一样的风格，都是四方，然后四边都是壁画。这边啊，主要描述的就是划船的一些场景，看见吗？还有鱼。这些佛塔上边啊，都雕刻着佛祖，它四面啊都有佛祖啊，还不是一面。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得清楚吧？这些佛塔上面的佛像，说这些佛像都是他们国王的脸，而且嘴角微微上扬。我个人建议啊，大家还是有空亲自到这儿来参观一下，
就是你亲自站在这儿，那抬头看到这些寺庙的时候，你才能感觉到有多庞大，你有多渺小。真的，在那个800多年前啊，吴哥王朝，真的是好厉害，能在东南亚这样的国家这个区域内能修建这么宏伟的遗迹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毕竟的话，自古东南亚这边都没有一个说是特别强大的一个王朝，没有说特别强大。吴哥王朝已经算强大了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吧，以他的这个国力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建设，那好厉害。高棉人与叛军之间的战斗，这个壁画多少少还有一些讲解，有中文的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一次的 OK 第一人称视角来参观一下内部。小心一点啊，个高的，你看他这边做了一些脚手架的加固。现在真的是旅游的好时机啊，这没多少人，你看这里边就我一个人哦。这是些什么？在哇，哦，第三层平台关闭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儿过去，升到那上面去。这应该算是最近距离的靠近这些佛像了，应该可以看见佛祖的脸了，都是一样的，佛祖镇守着四方。这个寺呢，差不多修建于12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这宝塔大概有54座大小不一的宝塔，其实象征着的是，就是吴哥王朝鼎盛时期的54个省，是这样的。刚才也说了，他们这个佛祖的这个脸呢，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的国王的，就是照着这个国王的这个脸雕的，那么嘴角是微微上扬，所以说有一种这个，就说高棉的微笑。这座宝塔呢，距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啊，就可以很清晰直观的看见佛祖的脸。这个在里边转的我是晕头转向的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方向怎么搞的。结果呢，我就随便蒙了一个路，结果出来了，哎，就是这边，因为我把摩托车停在东入口这边，大家都是在这迷迷瞪瞪的等自己的同伴，因为这个里边转的晕头转向的，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口子的。我在这等小超，他在那边拍照呢。我刚才看到那个，看到库巴了。对，你坐一会儿，坐会儿，我也在等他，他也不知道钻到哪去了，快2个小时了已经，差不多，饿不饿？啊，我刚才吃面包了，你吃吗？啊，有面包吗？来，我就没带，哎呀，谁知道啊，这么饿，这逛的，这么买了，我再吃一个，添一个那个面包，哎，可以，有就不错了，哎，不挑食，给他分一个，或者对，给他分一个，这个是，哦，你带这么多啊？这个是从那个马来西亚带过来的。今天天气好啊。对，今天天气好。嗯。晚上可以来这边，来去巴肯山那边可以看个日落。看那个小吴哥窟庙的日落吗？小吴哥窟是看日出的地方，看日落要去巴肯山。巴肯山呀、啊。对，就在附近，不是很远。行，晚上，我们现在等哭吧，他已经是转晕了。他这里头是好几圈儿，好几层、啊。你走到哪一层，你抬头一看，哎，好像都他妈差不多。往外走，从外圈走。对啊，外圈你们定位啊，以前我都定不了位，我都不知道在哪。我们下午因为天气好，我们先去塔布隆嘛，是吧？这边热带雨林，嗯、我先把这个库巴送到这旁边的这些餐厅这儿啊。你看这餐厅，12公里，我先把它送过去，然后呢，我再回来接你。好吧，我们一块儿过去，在这边吃饭。下午呢，塔布隆，然后再想办法去这个，再去这是什么，这个什么山？你说的？巴肯。巴肯，就须弥山这边看日落，看情况。
对，好吧，看下午天气情况。今天天晴应该是 OK 的。对，因为你呀、啊、得把摩托车学会呀、啊，这个靠走路，这个两条腿不是废掉了。